港电台新闻报道。下午四点，现在由梁，陈宇谦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梁振英在湾仔出席论坛，回应市民提问。被问到新界的高尔夫球场问题，梁振英表示，新界的荒废用地会一幅一幅检视，包括高尔夫球场用地在内，都会具细无遗地检视怎样可以配合香港的长远发展。他又说，为香港的长远利益，不会因为富裕阶层的利益而不敢掂。论坛上亦有业主立案法团主席提问有关旧楼维修问题，梁振英说，部分十几层楼高的旧楼，发展商未必愿意修旧重建，他呼吁业主可以加强维修。至于论坛举行期间，有市民在提问时赞赏梁振英做实事，在会场内的社运人士雷玉莲大叫，被大会主持要求离场，由多名的保安人员押送离开。财政司司长曾俊华说，理解地产代理业界要求楼市辣椒减辣和增加豁免的诉求，但当局不能同意。他在网志说，如果现阶段减辣，楼市会不会再次亢奋，没人有水晶球可以预知未来。作为负责任的政府，不应该轻率冒险。对于立法会地产及建造界议员石礼谦打算提出修订，曾俊华说，只能够尊重对方提出修订的权利，但不会认同。他强调，如果对港人公司和慈善团体作出豁免，会无可避免令草案出现漏洞。澳门立法会选举截至下午两点，投票率接近两成七，大约有75,000人投了票，同上届差不多。选举管理委员会公布，有五女二男因为涉嫌在票站内违法拍摄，被现场工作人员发现，交给警方处理。他们有人用手提电话拍摄站内的情况，或者划票之后拍低选票内容。投票会在今晚九点结束。位于日本以南的热带气旋曼野可能听日在本州一带登陆，带来暴雨和大浪。日本气象厅表示，风暴带来的暖湿气流会为四国、关西和本州中部地区带来暴雨，部分地区降雨量可能达到500毫米，呼吁民众减少在户外工作和不必要的出外。天气方面，广东沿岸地区普遍天色良好，但部分地区亦有由高温引发的雷暴。在正午12点，热带风暴曼仪集结在鹿儿岛的东南偏东约400公里，预料向北或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2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移向日本。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除了下午局部地区有骤雨和几阵雷暴外，大致天晴，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增强，有几阵雨。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 75%。天文台发出的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延长至下午4点半。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交通消息直击报道。有 Louis 同你讲中意外事故，喺将军澳道去将军澳方向，近秀茂坪道慢线有宗交通意外，现时车龙塞到去翠屏南村。喺将军澳道入将军澳，近住秀茂坪道慢线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去翠屏南村。隧道嘅情况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去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排喺景隆街。香港仔隧道快慢线仍然畅顺。九龙入口三线过海只是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提多大家一次啦，是将军澳隧道入将军澳方向，近秀茂坪道慢线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去翠屏南村。在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排到去芜湖街。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停车熄匙一个习惯，简单易办。好啦，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因为主持人做节目咧，需要好多资料去到 backup 佢嘅。咁 Alan 咧有时候咧，一日咧收三沓啦，每沓20页啦。自由风，自由风，最有趣咪陈燕婷张台咯，山泥倾泻啊！
我唔敢坐喺度嘅。係每日咧都要睇 N 份嘅報紙 ，N 份嘅資料啫。睇少一日咧，跟住第二日你落去做節目咧就會 hit 噶啦。陳燕平、歐嘉倫，香港電台第一台，你嘅新聞時事知識台。为保障公众安全，政府已经加强政府土地上树木的风险管理，亦会及早适当处理在人多车多地方的有问题树木。市民可以到 www.trees.gov.hk 网站浏览有关部门完成了详细检查并会继续监察的树木的资料，亦可以透过这个网页或1823电话中心查询树木管理事宜或报告怀疑有问题的树木。今个星期港台港台陈希 Didi 请嚟文教组冯杰讲讲佢嘅全新节目《一剧之本》，教下大家点睇戏。喂，个戏好好睇喎，咁但系要我哋去好细致咁讲，究竟佢好睇喺边一度咧？可能我哋未必讲得到，但系其实系有得去用把戏剧理论嘅尺分析到出嚟。今个星期同你继续关注香港电台，记住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日晚上9点至10点，港台港台。1963年，丽的影星中文台启播，开始了香港中文电视广播历史。为怕歌里变作心，成功的欢呼到处为他聚齐，是他也是你。同舟在狮子山下且共济，抛弃去分求共对。50多年来，无数多姿多彩的电视节目陪伴一代又一代人成长。资深电视人程乃根邀请历代电视业前辈与听众重温电视风云半世纪。各位听众大家好啊。我呢就喺后生时候呢都曾经喺无线电视主持过一啲对象系青少年嘅益智节目嘅。咁呢所以呢喺坊间上面啦、有啲朋友见到我熟口熟面呢、就知道我曾经主持过呢啲节目。甚至我个亲友呢都知道我曾经主持过呢啲节目嘅。咁就见到我嘅时候佢哋多数都问同样一个节目。哇，好嘛，最近又睇到你喇喎，或者早几年前我又睇到你做节目喎，你做嗰个温故知新啦嘛。我话哇大佬啊，我唔系做温故知新啦，温故知新唔系我啊，系因巧儿啊，咁样样。嗱，由此可知呢我呢个朋友因巧儿做温故知新呢个节目呢深入民心到几紧要呢。嗱，各位听众今日我哋好欢喜请到因巧儿上嚟同我倾偈，同我哋讲下啲旧事。巧儿，多谢你上嚟先。首先 ，hello， 多谢你请上，真系好开心啊！好耐冇见你啦。系啊，20年以上。有啊，真系有啦，有20年以上啦。因为有一轮咧，我知道你唔喺香港啦。系啊。咁请上都唔知几时翻嚟啦。咁但有阵时咧，我都会收到你嗰边消息噶。嗯。知唔知点解？几个理由啦，嗱。咁我移咗民去加拿大嘅时候啦，有一日呢好奇怪㗎喎。咁我就因为喺加拿大做世界说明会，我要四周围去做筹款。咁就成日要去一啲公共嘅场合里面呢要出现。啊，有一日有个女孩子喺同一个场合走埋嚟叫声我 uncle。咁呢个女仔我未见过，但係好标志嘅。佢就话 uncle， 嗱你就唔识得我㗎啦。但我就知道你系边个。我爹哋妈咪问候你喎。哇，你系边位啊？我是殷巧儿同埋罗国维嘅女女，哇！原来系你个女女，我系第一次咁样识佢，同佢倾咗好耐偈咁样样。咁咧就讲翻你啦，哇！你喺演艺嘅事方面咧，所掂过个凡数咧就多到不得了。你自己记唔记得清啊？哎呀，我真的有啲咩岗位你涉猎过噶？都做过好多，讲嚟听下。嗱，我。
读书嘅时候就朗诵啦。嗯，参加朗诵啦，我其实系朗诵开始嘅。我系朗诵咧，就系我话剧之前嘅一个引子嚟嘅。嗯，咁我由朗诵咧就系、是、碰到话剧。嗯嗯嗯。咁后面咧就中意咗话剧啦，就参与咗好多出边一啲业余嘅剧社咧就演出。咁我话剧咧，我初时嘅时候系舞台嘅。嗯嗯嗯，咁后来呢就有机会喺电视嗰度亦都演出话剧，嗰阵时系63年，我仲记得好记得63年系第一套我喺电视上面演出嘅。好嗱，头先就话剧啦，啊，咁跟住就电视剧啦，咦，仲有咩岗位你掂过嘅？教书。教书，教书喺某个程度嚟讲，我哋都要抛头露面，对住一大班观众啲学生，系、啊、其实我哋要令到啲学生觉得我哋一举手一投足都系好吸引咧。我哋冇演嘅成分喺度系唔得嘅。冇错啦，嗱呢一个咧就系我同你即系沟通得最即系最有同感、最有共鸣嘅呢一点啦。因为有好多人咧嗰阵时都问我，你系究竟系演员啊、艺员啦、啊，定抑或系教师嚟噶？咁我话我又系教师，嗯哼，我又系演员，嗯，但系我唔系艺员，唔算得系艺员，嗯哼，因为我同任何一间电视台咧都冇即系个人嘅一个艺员合约嘅，嗯哼，咁只系咧以一个我哋所谓一个特约嘅身份客串客串嘅形式咁样，咁即系有一啲嘅电视剧系啱我演出嘅，咁我就去演出过一套啦。咁、嗯、我同电视台咧有合约嘅咧，都系一两辑嘅节目嘅啫，吓、嗯嗯啊、就多数都系一啲比较长篇嘅节目，咁而系佢电视台都应该有佢嘅一啲嘅系统嘅，有个需要嘅吓，即系佢要确保某一个连戏或者系连续要出现嘅一个人物咧，就唔好话做做下突然间失咗踪咁样，咁所以咧就系嗰啲嘅节目咧。就需要系同某一个人签约咁样嘅，咁、我系其中有一两个节目咧系同电视台签过约，其中一个最长篇嘅咧就系《温故知新》。嗯，嗱、这、呢个咧就系我头先所讲嘅令我成日尴尬嘅嘢啦。啊，我个茶金文底冇人知《温故知新》咧就入咗脑嘅，《温故知新》咧就人人容易啲。记得啊嘛个名字，茶根问底都好容易记嘅，就系因为个节目主持人将个节目做得好好，同埋做得好耐，同埋系一个好好嘅时间。嚟一间我哋详细啲去倾下，关于呢个节目系点样孕育出嚟嘅，好唔好？好啊。嗱，好啦，嗱，头先未讲晒嘅，嗱、即系电视嘅演员，嗱做咗啦，做教书。主持啦，仲有冇唔止嘅？仲有好多嘅。嗱，你唔记得我就提你，我起过你嘅底嘅。哇，咁啊，咁不如你提下我啦。嗯，嗱，你又喺香港电台又做过幕后喎，咁嗰个系咩工作啦？呢啲我数唔清啦。嗰个咧就系、系公务员嘅，系公务员嘅身份。我入香港电台嘅时候咧，就系、是、正式公务员咁考入嚟，即系考公务员一个职位咁考入嚟嘅。同演艺有冇关系先？冇，即系可以咁讲，可以系冇，因为咧，我一考入嚟香港电台咧，就系、是、考一个叫做program officer， 即系节目主任呢一个职位嘅。咁呢个职位咧，其实系主要系幕后嘅一个工作职位嚟嘅。咁、但系当然，如果系有需要嘅时候咧，我哋编导演集于一身都要做噶。我做过好多节目系即系一脚踢嘅喺香港电台啊，就其中一个咧又都。叫做长寿嘅咧，就系、是、叫做奉告，唔知有冇听过？咁听过啦，听过啦，奉告系啊。咁嗰个就系我即系、就是、一手包办嘅，即、就、系、是、one man band 嗰阵时可以咁讲啊。咁无论系即系资料搜集啊、联络啊、写稿啊、导演啊，即系带埋 crew 出去拍啊咁样。咁然后翻嚟咧。喺录影室咧就出埋镜啊咁样，咁所以就嗰个系一个踢嘅节目啦吓。咁、另外咧就系、是、喺香港电台咧，除咗系做幕后之外咧，都有一啲机会咧，我系净系喺有啲节目咧系纯粹做主持嘅。其中一个咧就系、是、都好早期嘅，就系、是、城市论坛。哦
我想我不是做过很耐城市论坛，可能有些人不是很知道我做过这个节目的。嗯、我都是很早期那阵时。另外呢就是都有一些 variety show 的节目呢，我都有做过主持、嗯、我和刘家杰呢是做过。港台的定一卦。港台的 ,818。港台都有 variety show 的吗？有 variety show 的。这个我真的不是很察觉的。那一阵有机会我哋又详细讲下。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就 variety show 咧，我就系做主持啫。嗰阵时我喺中文公共事务组咧，有一啲节目都做过出过镜嘅。嗱、咁我仲记得、哦、你唔单止咁、哦啊，你除咗做编导啊、监制啊之外咧，做咗好多脍炙人口嘅节目。咁跟住咧就调任去教育电视去管嗰个大学教育电视，有冇呢回事先？系有啦。哇！你真系你仲记得清楚讲？你差啲唔记得呢样嘢啦。系，因为我净系记得喺香港电台咧系做咗18年，咁我应该系喺84年咁上紧咧，就由中文公共事务组咧调过去教育电视嗰度。嗯哼。咁我喺教育电视嗰度咧，其实主要就系、是、发展两条线嘅节目嘅、嗯，一条线咧就系学校嘅电视教育节目，咁、嗯、大家都知咧，中文、英文、数学同埋常识科啦，咁、嗯、当时咧就喺学校上紧堂嘅时候咧，就播呢啲教育电视节目俾嗰啲学生睇，咁、嗯、然后老师咧就帮佢哋咧系做一啲指导啊咁样嘅，咁嗰啲拍摄咧完全系香港电台帮佢哋做嘅，内容个稿咧就系、是。嗰陣時嘅教育處，嗰陣時叫教育處，而家就叫教育局啦嚇，係當時教育處嘅啲同事咧係寫嘅。咁、嗯、仲有咧，唔知道即係出邊觀眾知唔知咧？我哋香港電台咧，有一座樓咧，都係喺廣播道嘅。咁、那個叫教育電視嘅，專係俾教育電視。即係麗的電視隔離嘅。係啦，係啦，係啦，係啊！麗的電視隔離嗰一座矮矮地嘅啫。咁我就後期咧，我就喺嗰度翻工啦。咁、嗯嗯、我嗰、那個寫字樓咧，就同教育處派嚟管教育處嗰邊嘅同事嘅嗰位官員咧，係一齐嘅拍住一齐坐嘅，咁、嗯啊、所有教育电视嘅节目，学校嘅教育电视节目咧，就系、是、由我哋两个咧系决定啦。咁佢咧就系、是、管个内容、嗯，我就系管个制作。个钟滴答跳，个钟滴答跳，个钟滴答一声等于一秒，动作真巧妙，道理真巧妙，钟会钟摆两面摇，个心卜卜跳，个心卜卜跳，每分钟。程乃根主持《电视风云半世纪》，今集嘉宾殷巧儿。喺教育电视咧，除咗系一条线发展学校教育电视节目之外咧，另外一条线咧就系、是、我哋叫做 public education 啊，系普及嘅一啲嘅教育性嘅节目。咁、嗯、譬如包括有啲医学性嘅节目啦，吓、啊、医生与你，又唔知医生与我定医生与你，我都唔系好记得啦。咁、啊、每个礼拜都有出街㗎啦，咁有一啲呢就係、是、教语文㗎啦、啊、有教普通话㗎啦、又有教英文㗎啦，听歌学英文冇错啦，咁嗰陣时都有好多好多节目㗎、有一个节目呢好争议性嘅，就係、是、性本善。记唔记得？嗰阵时都仲系保保守守嘅、社会好保守，好保守。嗰阵时大概系86年，我记得系咁上紧，就系、是、推出一个节目叫做《性本善》，系性教育嘅节目。呢个系一个好有突破性嘅节目嚟嘅。
咁就係我喺教育電視嘅時候開發嘅。咁呢一個節目呢，就點解嗰陣時我哋有咁大膽係肯咁做一個咁樣嘅節目呢，就係我哋睇到呢有好多小朋友呢，佢哋真係對自己，無論對自己嘅成長啊，對自己嗰個嘅身體嘅變化啊，對自己嘅行為啊，都有好多地方咧係認識唔係好足夠嘅，即係特別係關於性嗰一方面啦。其實我哋講性咧，就唔係淨係好合意咁樣，淨係話性行為嘅。我哋係好廣義，就係一個人嘅成長。家長本來係最好嘅性教育老師，但係我諗全世界嘅家長，唔係淨係香港，全世界嘅家長咧都覺得擔任呢一件工作咧係好困難嘅，所以我哋咧就覺得性教育咧係一啲你可以拎出嚟講嘅，即係只要你係一個抱住正確嘅態度嚟到去教嗰啲年青人，同埋教家長、教老師，咁佢哋就可以承接落去噶啦。一個咁富有爭議性嘅節目《性本善》，咁拍嘅集數多唔多啊？好多啊！我哋都拍过好多辑噶啦，几多辑我真系唔好记得，要香港电台嘅同事帮我检视一下先。即系以年数计啦，肯定都好多年啦。卒之你自己本身有冇接受过投诉？有冇人话你做得太过大胆啊？因为嗰阵时真系话锡一锡都会有 B B 噶嘛，所以费事讲啊嘛。系啊系啊，有噶有噶，就我哋嗰个节目完咗之后咧，就都有接听电话嘅。咁另外咧就系、是。亦都收过一啲投诉嘅信嘅、但係呢用电话话指名道姓一定要捉我出嚟闹闹闹一大餐呢，就真係即係庆幸呢係冇。锡住你囉啲观众。咁即係我都要多谢即係当时嘅观众啦。咁可能佢哋呢其实心中呢都睇到我哋做呢个节目嗰个出发点呢係正確嘅。只不过係佢哋一下子呢係好难要喺电视上面呢係接受一啲咁样嘅话题同埋一啲嘅画面咁样啦，可能有部分嘅画面。试过有一两位学校嘅校长校监呢就约过我係面对面出嚟傾嘅。咁我亦都好乐意同佢哋傾。咁即係换句话讲呢啲系咪等于都系一个公营电视台嘅一种特质嚟呢？嗱，即系讲到公营电视台呢，我就记得呢就会有一啲叫做铿锵集啊，又或者有好多好多其他节目啦。咁你哋去构思呢一类节目嘅时候，你哋系背负咗一啲乜嘢嘅目标去制作一啲节目嘅？一般嚟讲，以你哋节目主任，铿锵集呢我都有份做噶，我就知道啦，你做过编导嘅系。铿锵集嘅前身我已经做㗎啦。嗰、那个系咩节目呢？嗰、那个叫做并无虚言。哦。又系要抄返香港电台啲档案先至搵得到啦。嗰、那个并无虚言呢就主要就睇下我哋社会上有啲咩嘅事呢我哋值得拎出嚟讲嘅去探讨嘅。同埋呢去同其他啲政府部门研究嘅。咁我印象最深刻嘅呢其中一个节目呢就系秀茂坪冧山泥。哦，雞寮嗰次係啦，秀茂坪冧身啦。咁我幫香港電台拍呢一個節目嘅時候咧，四日三夜不眠不休。嗰陣時我好彩仲後生，好彩仲後生，頂得順都可以咁講，支持得住。咁同我同埋我嗰隊 crew 咧，真係四日三夜咧就出去拍，拍完翻嚟夜晚就剪。咁第二朝早再睇片。再有啲咩就寫稿，寫一啲嘅我哋所謂 VO 稿咧，即係一個旁白稿啦。咁嗰陣時同我哋做旁白嗰個咧，就係韋基信。咁佢都要喺度等候啊，即係一睇啲稿咧，就要佢又幫手執啦，因為佢嘅文字都好好，嘅文筆都好好。咁我哋真係嗰個節目咧，因為趕住時間出街啊，好，因為嗰個突發嘅事件，我哋想做呢件事件，又要同有關嘅政府部門聯絡，要問佢哋點樣去處理斜坡嘅問題，點樣可以去防止日後再有同類嘅慘劇發生。咁當時嗰啲政府部門咧，唔係幾睬我哋嘅。大家自己嘅。
所謂同事嚟嘅咯，政府嘅政府部門都係咁話啦，即係佢哋有佢哋自己嘅一啲政策嘅，咁亦都個別嘅政府公務員咧，咁個個都唔係咁夠膽出嚟講啦，即係一講錯嘢點算咧？啊，俾上頭責罰落你又點算咧？邊個負責咧？等等，咁所以咧，通常我哋聯絡政府部門要佢解答一啲问题啊，咁样咧就嗰个年代咧，唔系咁顺利嘅。咁但系嗰阵时咧，就我哋中文公共事务组咧，就系、是、我哋个 head 咧就系、是、伦兆铭，咁佢咧就系、是、冲锋陷阵嘅又系吓，咁佢又帮手就逼迫嗰啲政府部门，咁所以咧都好好彩，即系佢哋都肯合作，卒之我哋都四日三夜嘅努力底下咧就出到街。咁、那个反响点啊？反响好好，反响好好。咁后来呢就但係嗰陣时个制作呢就係、是、冇咁即係因为我哋出去拍嘢呢都係仲菲林拍㗎。嗰、那个 shooting ratio, 我哋成日要睇餸食飯。几多尺係几多尺飯。播到几多尺咁样。咁所以我哋唔可以话即係哇无限量咁走出去拎住啲菲林出去啡完返嚟呢就即係几十饼俾你慢慢嘥咁唔得嘅。咁係一个好好嘅訓練啦嗰陣。咁就后来呢并冇虛然點樣轉咗做去鏗鏘集呢都有少少嘅一個嘅討論嘅嗰陣時嚇，嗰陣時我哋公共事務組咧就覺得我哋負責呢一個節目嘅我哋幾個同事咧都有好多一啲不同嘅專長嘅，咁有一啲咧就係、是、專長講故仔嘅，有啲咧就專長咧就係、是、好似新聞咁拍翻嚟咧。就嚟到去寫稿嘅嚇，咁、有啲咧就甚至專長係拍 drama 嘅方式嘅，係用戲劇嘅方式嘅。咁我哋就諗啦，咁如果呢個節目啊，嗰陣時仲係叫並無虛言，呢、這個節目都係有講有關時事嘅一啲問題，咁係咪我哋都可以用多元化嘅方式嚟到去表達咧？咁樣？咁大家覺得係喎，都應該係喎。咁所以咧，就話不如唔好就咁講並無虛言啦，因為並無虛言咧，就你顧名思義咧，點都係真係你好實在嘅。你嗰個鏡頭啊，嗰樣嘢擺出嚟咧，你不能有加任何嘅裝飾啊，或者係一啲嘅包裝或者其他嘅一啲嘅更改啊咁樣嚇。咁但係咧，如果我哋係用一個比較多元化嘅方式去做一個節目咧，咁時事節目咧，咁可能會嗰個趣味性咧係高一啲。咁於是就改做鏗鏘集。咁、我可以再讲下俾你听，鏗鏘集我哋嘅多元化。嗱，咁不如我哋听下新闻先，然之后翻转头，我哋继续再讲下鏗鏘集点样多元化。好。屋檐下是一家，和和气气笑哈哈，真诚共相处，天伦爱可嫁。代代相传好风气，禅前滴水不分差。屋檐下是一家，共同奋斗自堪夸，功成互相勉，不忘过相愧，样样艰难亦不怕，而言乐居担饭茶，不分莫辞老气傲，皇后虽记长者恩，齐共处似幽香，同受春风化。屋檐下千万家，和和气气笑哈哈，恩情极可贵，亲情最。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下午四点半，而家由陈宇谦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梁振英表示，香港不需要英国政府或者任何其他外国政府在普选和政制改革上支持，因为2017年的行政长官普选和政改，特区政府是有决心、有承担推动实现。普选行政长官是在基本法定出的最终目标，普选并没有在联合声明内出现，英国政府当年亦没有在联合声明中提及普选行政长官。我亦都想回应一下英国外交及联邦事务部国务大臣施维尔先生，他最近在报纸发表的文章，香港不需要英国政府和任何其他的外国政府在香港2017普选行政长官的问题上和任何其他政制改革的问题上的支持，英文语文是 support 那个字，普选行政长官是在基本法里面定定的一个最终的目标。普选行政长官呢，普选这两个字是没有在联合声明里面出现的，英国政府呢并没有在1984年签署的联合声明那里呢是提普选行政长官，就是当时的写法呢，就是说行政长官呢是由协商或选举产生的。基本法的写法呢，就是我们最终达至一个由有广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员会提名后普选产生。普选行政长官亦都即是说我们2017年政改的目标呢，是特区市民、特区政府和人大，即是代表我们国家之间的一件事，完全是我们中国人范围内的一件事。这件事呢是跟英国无关，亦都跟任何的外国政府无关。另外，行政长官梁振英出席地区论坛，有市民关注土地供应，亦有市民认为现时的辣椒不够辣，楼价并没有大跌。运输及房屋局局长张炳良回应话，政府没有想过楼市会下跌几多，关键是不可以再进一步亢奋或者疯狂。他说明白到近期地产代理有很多诉求，生意受到影响，但大家仍然会记起十年前泡沫爆破，如果楼市再度亢奋，到时不单止是地产代理，各行各业生计都会受到影响。至于社运人士雷玉莲在行政长官出席的湾仔地区论坛会场被大会主持要求离开，他说自己在会场地下展示反对梁振英的标语，并没有叫嚣，但已经被工作人员押送离场，又说被抬走的时候曾经撒溪前抗议。雷玉莲说被工作人员粗暴对待，令到他手臂出现瘀痕。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雨，初时有几阵雷暴，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听日风势逐渐增强，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 80%， 天文台发出的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延长至今日下午5点半。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交通消息直击报道。有 Louis 同你讲中风路事故，在西九龙走廊，即是丽桥去美孚方向，近住雨晴轩落桥位有修路工程关系，一带都几塞车，车龙塞到去南昌村。在西九龙走廊，即是丽桥去美孚方向，近雨晴轩落桥位有修路，现场塞到去南昌村。跟进翻较早前将军澳道入将军澳，近住秀茂坪道慢线的意外清理好，一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去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在景隆街。香港仔隧道快慢线仍然畅顺，九龙入口三线过海只是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在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排在康庄道桥底，现在部分地区落紧雨，你要小心揸车和保持忍让。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FM 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在马路上踩单车和揸车都要特别小心，单车车身细，其他车尤其是大型车辆的司机随时看不到他们，万一发生意外就后果严重。踩单车的要佩戴保护装备，留意路面情况和遵守交通规则，司机就要瞻前顾后，留意单车，彼此保持一定距离。大家都是道路使用者，要互谅互让。星期一至六体育节目在一台，体坛动静四三零，何正光，各位听众，世界杯欧洲每日更新体坛最新动态，星期六波乐无穷，包揽球圈热话，推广本地足球。傍晚七点，十项全能，系呢本叫做《十项全能》嘅体育杂志。体育知识，体坛热点，台前幕后热爱运动。提下大家做下运动嘅雷洪德，一齐听，一齐做运动。以下的电视剧同节目你仲记唔记得呢？杨乃武与小白菜、杨贵妃、秋海棠、温故知新。有好多人呢嗰阵时都问我，你究竟系演员啦、艺员啦，定一话系教师嚟㗎咁。咁我话我又系教师，我又系演员，但系我唔系艺员。佢仲曾经从事幕后工作18年，铿锵集、圣本善、打电话问功课等等都同佢有关。星期日下午四点，程乃根主持《电视风云半世纪》，请嚟嘉宾殷巧儿。巧儿啊，即系同你倾偈咧，有一个比较奇怪啲嘅情况咧，就是我哋由尾讲翻转头，因为原本咧所有嘉宾上到嚟嘅差就差，我哋一定同佢由佢开始入行一路讲到佢喺呢行做到一个句号或者逗号乜都好咁样样嘅，但系唔紧要，系一个生命，因为我哋系做创作噶嘛，我哋演艺界乜嘢都得。咁我哋就由尾讲返转头，好似电视佢哋常用嘅一样嘢叫 flashback。冇错。好嘛。咁呢就头先话并无虚言转咗铿锵集，哇又令到佢多元化。我想象唔到点样多元化。因为呢我个諗法呢就係话将一个新闻嘅节目呢就变咗一个时事嘅节目啦。佢里面呢就负有一啲社会责任啦咁样样等到人哋唔好咁消极咁样样去面对嗰件事。咁你头先所讲嘅多元化系意何所指呢？我哋老师讲嘢啦。所谓多元化呢就系表达嘅方式多元化。哦、咁我哋选材呢就系、是、都系好严谨嘅。咁、即系讲差开少少呢，就讲我自从即系一入嚟香港电台中文公共事务组呢，我就已经系接受咗一个嘅工作模式㗎啦，就系朝朝早一早就要准时翻工，嗰阵时我哋好准时翻工嘅，咁仲要系比即系一般其他同事咧系早翻嘅。点解咧？我哋八点钟要翻嚟睇晒所有报纸，一定噶啦。睇晒所有报纸之后咧，就九点前 call morning prayer， 我哋叫早祷啊，我哋嘅早会，咁就大家讲啦，今日嘅报纸有乜嘢嘅话题系值得讲嘅，值得做嘅。咁拣咗话题之后咧，就边个话题摆落边个节目，亦都当时咧系决定嘅。咁有啲节目咧系即日要出街嘅，咁嗰阵时有一个叫观点与角度，又系一个 one man band 嘅节目啦。嗰阵时未有奉告，嗰阵时观点与角度先。咁我就系做嗰个节目啦，拣咗题目，自己去搜集资料，自己写稿，然后下昼四五点钟咧就入 studio 对住个镜头，自己有阵时仲写埋嗰个猫子嘅个 auto cue 嗰啲猫子，咁就睇啦，咁就即时就讲就讲嗰个节目。咁点解要 auto cue 咧？就因为嗰个节目系有时间限嘅，一系五分钟嘅啫，你唔可以咁样，即系嘥咗啲时间，所以系一定要好准确嘅。咁即系我哋接受咗呢个好基本嘅严格训练之后咧，咁我哋无论做任何节目咧，都系抱住呢种嘅态度去做。咁后来铿锵集咧，我哋点样发展多元化啦？咁我哋拣咗题目之后咧，每朝早拣咗题目之后咧，就话好呢个题目咧，如果系抌落去铿锵集咧，亦都大家讨论用乜嘢形式表达最好？用一个比较传统嘅 documentary 嘅形式去拍摄，同埋用 VO 去讲出嚟好啊。纪录片式。纪录片式好啊。定抑或系用一啲
戏剧嘅方式去表达，可以用戏剧方式表达噶。多唔多嘅铿锵集用戏剧？有噶，我好少见到噃。系有噶，有吓。嗰阵时我哋有一个同事咧，佢拍 drama 系最叻嘅，就系、叫 Bobby Chan 啊。嗯嗯嗯。咁如果系用 drama 形式表达咧，就会抌俾佢做噶啦。嗯。咁如果系一啲比较系多元化少少啊，艺术性强少少咧，佢哋咧就要找我做。咁、我最记得有一辑呢我是做一个介绍香港的十景。嗯。即是十个最风景是最值得去看啊去旅行或者去影响啊的地方。咁点介绍呢咁我用音乐同埋舞蹈。咁样啊，系音乐舞蹈带出佢嚟，带出佢嚟。讲一笪地方，你用音乐睇点样带出嚟？冇错啦，用音乐带出嚟，同埋用舞蹈。咁舞蹈点样带出嚟咧？嗰阵时我同一位舞蹈家刘兆明啊，就好熟嘅。明 Sir， 明 Sir 吓。咁另外一位女士咧，系都系跳舞好叻嘅。咁当时咧，我哋拣咗十个景点之后咧，我哋就规划每一个景点，我哋要去拍。几多个钟头或者系几多日咁样？咁我哋最拍得最辛苦嘅咧，其中一个咧就系、是、上凤凰山拍日出，危险嘅噃嗰度，危险到极啊，危险到极。咁我哋咧系要漏夜就喺宝莲寺嗰度过夜，咁由朝头早咧两点几起身，三点钟就出发爬上山。咁早啊？系啊，因为五点钟到咧就睇到日出噶啦，五点钟到出，咁所以就三点钟咧就要开始上山噶啦。嗯，三点前啊，其实要开始上山。咁我哋上山嘅时候咧，都有一啲响度啦吓，咁都带我哋行一条叫做比较容易行啲嘅路。咁但系都好辛苦啊，真系好辛苦。因为特别嗰啲我哋啲工作人员咧，要抬住啲脚架啊，嗰阵时啲机好鬼大份噶嘛。咁虽然冇人讲嘢，冇对白，唔使收声，但系要播带噶嘛。咁嗰阵时我哋都要孭好多啲重嘅机上去。咁上到去嘅时候咧，我哋又要揾到一啲平地。咁就要俾阿 Ming Sir 咧同佢嗰个舞伴咧就要摆一啲 pose 或者一啲比较简单嘅动作嚟到去表现嗰个日出，出嚟嗰个美景咁样吓，咁又要配一啲音乐。咁我咁第一次上到去嘅时候咧，四点零钟，等到五点几，落大雨哇，睇唔到日出，唉，真系惨啦，又要落翻嚟，嗰一个镜头咧就最辛苦啦。我记得咧。是上到去三次。咁最后一次呢好彩真係拍得好靓。咁拍返嚟嘅镜头呢我嗰个凤凰山日出嘅镜头呢我知道返到嚟呢好多同事喺好多节目呢都有用嘅。咁我就哇好开心。即係各个都觉得嗰个镜头呢係拍得好靓。咁除咗呢、這个凤凰山睇日出之外你仲记唔记得香港十景边十景添啊佢几个得㗎啦。一个就係嗰、那个有一个瀑布嘅有一个喺。系咪新娘潭嗰个新娘潭冇错新娘潭嗰个瀑布嗰度亦都好靓嗰度。咁我哋拍嗰度嘅时候呢就都有啲危险就係嗰啲石头好跣，系冇错。咁佢哋嗰啲舞步咧，就需要喺一啲石头上边咧嚟到去跳嘅，吓、咁当然舞步咧就系阿 Ming Sir 设计嘅，我唔识啦，咁但系我就负责拍，即系我知道佢点样将会点样跳法咧，咁我哋就系个镜头点摆位点拍咁。但系拍出嚟嗰个效果咧，又系真系好好，嗰、那个瀑布靓到不得了，新娘潭嗰度。但系有阵时咧，有啲画面咧。我哋未必系影到佢哋个样噶，净系要佢哋嘅剪影嘅啫。咁即系佢哋真系好啊！佢哋唔介意啊，佢哋唔介意吓，真系好好。咁究竟嗰个香港嘅十景系一集播晒啊，定抑或分十集播咧？一集播晒，一集播晒，嘥晒啦！其实一个地方都可以讲好耐。你点样上去？点样揾佢？系啊，净系凤凰山嗰度上去，朝头早嗰啲危险情况。系啊，其实系可以嘅，即系不过当时就即系啲节目就有好多一路排住队上啦，咁变咗就我哋呢、這个节目我哋拍就即系拍咗好耐。
因为我哋都要安排啲时间啊，大家要就啊咁样，咁就唔系话好似我哋平时嗰啲节目咁样，系三个星期就要出一集。铿锵集我哋三个星期要出一集，第一个星期咧就系资料搜集，第二个星期就去拍摄，第三个星期咧就系剪辑同埋做一啲后期嘅制作功夫，咁。就三个星期咧，就系一个 cycle 噶啦，我哋个铿锵集。咁但系呢一个节目咧，我哋就系、是、即系变咗等要睇天啦吓、啊，天色好，咁我哋去拍少少翻嚟，拍一个景翻嚟，咁啊又要等等好耐咁。咁其实所以我同时间咧系做呢个节目，亦都兼做另外一啲节目噶。咁仲有一个我都值得提嘅咧，铿锵集咧，我做嘅咧就系、是、一个叫做。露宿者讲露宿者。咁讲露宿者呢就我相信好多啲纪录片呢都有拍过。但係我用嘅方法呢就係、是、因为我嘅责任就係要摆啲艺术性喺树嘛。咁所以我就諗一个呢就係连个名呢节目名呢你会发觉我拍嗰啲节目呢啲改啲名呢都係好好艺术化。我唔敢讲话真係好有艺术成分，但係呢、即係同一般纪录片嘅名呢就係唔同嘅、啊。譬如嗰个讲露宿者嗰集呢，我就改咗叫做秋深露重话飘零。哇，再讲多次再讲呢秋深露重。露系咪露水露？露水个露露重话飘零。话呢话就是说话个话话话飘零。哇！飘零点解会用到飘零？佢因为要露宿啊嘛，喺街度瞓。系咁又所以啲人就笑我好多时咧，我就咁讲个节目名出嚟。喂，你讲乜噶？系啦，我头先问两次，要解释。咁即系不过当时我嗰个责任就系用咁嘅形式去拍啦。咁嗰次我个做法咧就系、是、跟一个露宿者，嗯，跟佢大概成个礼拜。咁、就即係由佢喺边度露宿啊，我记得佢系喺油麻地嘅，即係日常嘅生活系点啊，即係佢有会飲茶嗰添喎，喺嗰度有间茶楼，我唔记得叫咩名啦，咁佢都去有去飲茶嘅。但係冲凉啊成日呢就系、是、用一啲公共浴室啊咁样。咁、我哋即係冚唪唥拍晒佢嘅生活。咁拍完呢我哋有个目的嘅。唔系就咁拍完算。我哋呢就是、反映即係一啲露宿者佢嘅生活系咁漂泊，俾房屋署知道。嗯，唔该你啲公屋咧个轮系啦，轮候嘅时间咧唔好咁长。诶，我哋提翻港台抄翻你嘅节目出嚟再播，因为点解咧？而家仍然系好多人等紧嘅吓。咁系有少少效果噶。嗯。啊，咁嗰个节目出咗之后咧，好似听讲咧，房屋署咧真系好似都都睇下喎，感動喎，感動。咁佢都睇下啦，有邊一啲露宿者真係申請咗好耐，真係已經係耐得滯㗎啦，即係已經係即係冇理由咁耐嘅。咁佢哋都抄翻啲案件出嚟睇，咁就都幫到一啲部分嘅露宿者嚇。呢、就係我哋用不同嘅手法嚟到去表達咯。紅葉芬芳。乃根主持《电视风云半世纪》，今集嘉宾殷巧儿。你咧就响香港电台，系你差唔多退休之前嘅一份工嚟噶啦。嗯，吓、啊，咁啊就
在港台之前呢，咁亦都系好受瞩目嘅你嘅工作啊，大众亦都知道有你嘅，你亦都可以讲得系好成功嘅。点解你会由一个咁成功嘅工作岗位、表现单位，你会毅然离开咗嗰啲？因为你入咗政府咧，我知道好多限制，乜嘢都唔做得噶嘛，啊，乜嘢都要申请噶嘛，甚至唔俾噶嘛。点解你会转嚟政府加入港台？系乜嘢嘅吸引力咧？我入港台之前咧，其实我系喺一间私立中学度教书嘅。嗰阵时做咗校长未啊？做咗副校长。做咗副校长噶啦，已经。做副校长。咁我喺大学毕咗业之后咧，就已经入咗嗰间学校教。哦。咁我一路教咧，就一路读教育学院。嗯。喺中大读教育学院。咁读完教育学院之后咧，攞咗 D.E. 之后咧，就喺嗰间学校做副校长。嗯嗯。咁好多人咧就唔知道我系教书嘅。嗯。以为我系电视台嘅艺员。咁其实就呢个咧就有机会我都需要即系讲啦。咁我嗰阵时咧就系大学毕咗业之后就教书。咁但系话剧咧系我嘅兴趣。嗯嗯。咁我喺参加咗好多啲业余嘅话剧社，咁亦都庆幸咧，我嗰间学校嘅校董咧，又系都系演话剧嘅，都系演话剧，咁巧，容怡演先生，哦，佢又系一间官立学校嘅校长嚟嘅，佢曾经系啊，佢退休之前系教育处嘅，系咁佢退咗休之后咧，就佢同埋一班热心人士就办咗嗰间学校。嗯，办咗一间私立学校，咁就我大学毕业之后咧，咁系佢邀请嘅，佢话喂，不如嚟我哋学校度教书啦，咁我好啊，咁我又应承咗佢，咁就入咗去教，咁喺嗰度咧就自由度好大，咁因为佢自己本身又系好中意话剧嘅，所以佢完全唔会制止我喺出边参加话剧活动，无论系我台即系舞台上边嘅话剧又好，电视台上嘅演出又好，佢都唔会话唔俾嘅，吓鼓励添，系啦，仲鼓励添。咁所以就所以我系喺63至到76年呢一段时间咧，我就演话剧系演得最多啦。咁我由69至到76呢就喺嗰个学校嗰度教书。咁嗰段时间就我多数除咗舞台嘅演出之外呢，我就多数系帮 TVB 做嘅嗰阵。做剧啦。做一啲做一啲话剧。咁点解多数帮 TVB 呢？咁主要就系因为钟永辉入咗 TVB 嗰阵时吓，咁佢就系我哋业余话剧社嘅一个中坚分子。咁嗰阵时电视台咧就唔系咁多自己嘅艺员或者系演员或者系甚至编剧导演可能都会有，但系咧编剧啊同埋演员咧就佢哋电视台自己本身嘅艺员咧系唔够嘅。咁所以先至后来咧，佢TVB 就要搞艺员训练班，就系咁啦吓。咁但系喺未曾有艺员训练班之前，或者系艺员训练班训练出嚟嘅嗰一班新进师兄师姐咧，就未曾系即系担纲系啦，未曾可以担纲一啲比较主要嘅角色之前咧，佢有好多戏嘅主要角色咧，都系要向外求嘅，系向特别系向一啲话剧团里边、话剧界里边一啲有经验演出嘅演员咧嚟到去帮手嘅。咁我就即系其中一个就俾阿King咧成日叫我过嚟帮手啦，咁我好啊，咁样我有兴趣啊嘛，咁所以就有机会喺 TVB 度演出。咁我其实喺 TVB 之前咧，我已经系有帮手，即系有机会演出电视剧噶啦。嗰阵时叫《丽的影星》，丽的影星，丽的影星 RTV。咁我喺63年就喺 RTV 演出第一套嘅电视剧，个名我仲记得，叫做《1200元的支票》。咁嗰阵时咧，我仲读紧中学。又系好庆幸咧，就系、是、我读嗰间中学嘅校长咧，系个修女嚟嘅，
你天主教学校？我天主教学校。讲唔讲得系咩学校啊？系加诺萨圣方济各。哦哦，系、okay, 坚尼地道嗰间。咁嗰阵时个校长咧就系我哋叫 mother 吓、啊，咁 mother Neda 最近过咗身吓。咁嗰阵时我想话喺出边做话剧咧，咁我就一定要问肯校长先啦。咁因为问老师都唔敢话俾你定唔俾你，咁啊问校长。咁我都系战战兢兢嘅，谂住问佢准就做，唔准就唔做啦。咁1963年嗰阵时，我唔记得 form four、form five 咁上紧。咁点知咧，校长就反转头，好详细咁问我：你参与嘅节目系乜嘢噶？咁因为我最初问佢咧，我系想参加演出一个舞台剧嘅。嗯，嗰阵时都系1963年。咁、那个舞台剧咧就系、是、叫做《钗头凤》。嗯嗯，咁啊，我惨啦，我要翻译啦，我要将个剧本啊、故事啊、人物啊，我演乜嘢角色啊咁样咧，因为佢系外国人嚟嘅，佢意大利人，咁、我要翻译翻英文讲翻俾佢听咁样，咁先至可以说服到佢，这个都系一个好正当嘅一个活动嚟嘅。咁就批准咗我出去参加嗰啲舞台嘅演出。咁初时嘅时候只係参加舞台演出。后来呢咁我再喺电视嗰度演出呢我亦都要问准佢。因为係另外一种媒介嘛。咁好彩呢佢就次佢都即係好容许我。到都有人锡住你呀、啊、巧儿。巧儿我哋仲有好多好多嘅话题。因为头先我哋讲 flashback。由尾讲翻上头，咁咧就好唔好嚟多个礼拜同我哋倾多啲关于你嘅过往，讲下你嘅旧事，好唔好啊？唔会太长气咧。唔会啊，好好听啊，有好多嗱，我哋出边嘅监制都话俾我听，佢哋未听过噶。哦，系啊。嗱，我哋下个礼拜再嚟啊，好唔好啊？好。各位听众，下个礼拜再见。好，拜拜。花已萎，已迷蒙。风觉浓流已还在鸳鸯手枕已尘封却怜爱卿含恨誓生难已再相逢，绵绵恨恨重重，夜里依稀轻挽在。梦中逢，忆旧影，几为容，未了余情，爱领断，伤心对这。粉天空，却难与卿同赴醉，几番愁将怨藏。恨恨无穷，万缕相思空如梦，凄凉泣叹。
港电台新闻报道。下午四点，现在由陈宇谦报道新闻。三号强风信号生效，天文台会考虑在黄昏时分改发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天文台说，过去几个钟头，强台风天兔采取较偏西北方向移动，已经移至本港正东方向。按照最新预测路径，天兔会在香港以东地方登陆，并会在今晚稍后至到听日凌晨时分，在香港以北约100公里或以内掠过。若果天兔的移动速度配合天文大潮的时间，天兔引起的风暴潮仍然有可能在听朝导致低洼地区水浸，市民应该提高警惕，尽早做好防风防水浸措施。重庆前市委书记薄熙来涉嫌贪污、受贿和滥用职权的案件，今朝在山东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宣判。法院裁定薄熙来三项罪名成立，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宣判之后，法警为薄熙来戴上刑具带出法庭。法院透过官方微博公告，认为薄熙来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谋取利益，伙同他人侵吞公款并滥用职权，导致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和充分，均应依法惩处，数罪并罚。法院指，若果不服判决，可以在接到判决书之后第二日起10日之内提出上诉。财政司司长曾俊华回应有议员要求政府在压抑楼市辣椒上减辣，他呼吁议员不要令市民面对楼市再度亢奋的风险，亦都不要令市场产生不必要的误解。曾俊华在网志提到，有议员倾向支持减辣，豁免港人公司，给港人在置业时多一个选择，但他认为绝大多数市民用不着这个选择。至于有议员认为法定宣誓可以堵塞漏洞，曾俊华反问，面对豁免税款的诱因以及并没有知情人士举报下，不太可能被揭发的诱惑，法定宣誓是否有足够的阻吓力。旺角胜利道海船居怀疑有女娼从高处堕下，击中一架停泊在路边的私家车。日本读卖新闻报道，防卫省评估过，假如中国侵占钓鱼岛，自卫队将会难以抵抗。报道指，自卫队轻视解放军为农民军队，但本身的战斗和运输能力明显不足，难以防御中国的侵略进攻。更指防卫省官员形容分析结果是惨不忍睹，防卫大臣小野治五典亦都感到震惊。防卫省在7月曾经提出多项建议，加强离岛防卫，包括提升飞机性能，加强空战、航空和反潜巡逻、水陆两栖部队等能力，但却未必有足够的预算。在过去的一个钟头，天文台录得大老山、横澜岛和青州最高持续风速分别为每小时64、51和47公里，最高阵风分别为每小时86、62和57公里。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在下午的4点，强台风天兔集结在香港以东约240公里，即是北纬的 22.5 度、东经 116.5 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西方向移动，时速约20公里，移向香港以东沿岸一带。至于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吹强风程度的西北风，风势逐渐增强，密云和有狂风骤雨，稍后雨势颇大，海面有大浪和涌浪。展望听日风浪仍然颇大和有狂风大骤雨，随后一两日风势缓和。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交通消息直击报道。Didi 同你讲渡轮消息啦，由愉景湾啦往平洲嘅尾班船咧会喺下昼嘅4:40开出噶，咁由平洲去愉景湾嘅尾班船咧会喺4:15，即系仲有两个字啦，就会开出噶。咁啊搭呢啲渡轮嘅朋友咧留意翻嘅时间啊。咁另外啦，青屿干线咧会喺4:15开始咧实施第一阶段嘅强风交通管制措施噶，容易被风吹到嘅车啦，咁包括高度超过1.6米嘅车啦，同埋电单车啦，就要改行
行青屿干线下层啦，同埋不能够使用马湾路出入马湾噶。咁而运载125类危险货品嘅车辆啦，都系不能够使用青屿干线噶。咁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啦，停车熄匙有助改善路边空气污染，大家呼吸嘅空气就好啲，你嘅荷包又悭多啲。咁而家部分地区咧落大雨噶，喺三号强风信号悬挂期间咧，要小心揸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那晚批货因为打风中途滞留在外国港口，咁夜你都即刻翻嚟，及时帮我空运咗另一批货出去，全靠你救翻公司。老板，我都四十几岁人啦，又唔熟呢行，全靠你请我培训我就真。当初我以为系我帮你转型，原来系你帮咗我。劳工处嘅中年就业计划，我会继续支持。参加中年就业计划嘅雇主可申请培训津贴，查询热线2150-6398。1963年丽的影星中文台启播，开始了香港中文电视广播历史。为怕歌里变作心，时光的欢呼到处为他聚齐，是他也是你和我，同舟在狮子山下且共济，抛弃去困求共对。五十多年来，无数多姿多彩的电视节目陪伴一代又一代人成长。资深电视人程乃根邀请历代电视业前辈与听众重温电视风云半世纪。各位听众你哋好，又返返嚟我哋呢一个电视风云半世纪啦。如果大家记得呢，上个礼拜同我倾偈嘅呢就係殷巧儿嘅，巧儿佢又上咗嚟呢度。咁呢我哋大家呢都好乐在其中，响上个礼拜嘅时候呢倾好多嘢呢我哋都收唔到口。连一个好重要嘅问题我问咗巧儿呢，我哋大家撑船就撑咗出大海嘅。咁就卒之佢都冇答到我嘅。我仲记得上个礼拜我问巧儿一条题目，我就话点解喺一种咁灿烂嘅水银灯底下嘅生活，咁嘅情况你又会转咗去做公务员，有咁多嘅限制呢，咁究竟点解呢？殷巧儿冇答到我嘅，答我呢个问题之前，香港电台仲有啲乜嘢嘢你唔记得讲，想同大家听众讲下先。有一个节目咧，我其实有两个节目我印象好深刻，一个叫做奉告，一个叫做打电话问功课，呢两个节目咧都系我提议要做嘅。奉告呢我哋成日听到古时候呢，又或者呢有一啲人好官僚呢就一定会讲四个字无可奉告嘅。係咪由呢度嚟㗎？係咪由咁样样引起你哋去改呢个名㗎？冇错。因为当时呢就係喺70年代80年代咁上緊嘅时候呢，所有嘅政府部门呢，无论是嗰个政策嘅執行啊等等咧，或者佢哋嗰个即系施政嘅理念啊咁样咧，都唔系咁透明嘅，即系可以咁讲。咁好难讲嘅，因为嗰阵时我哋香港仲系殖民地啦，咁又我哋啲市民咧就个个都好乖嘅，即系有啲乜嘢咧都
暗瓦底嘅啫，即係有苦自己知咁樣嘅。咁我哋港台咧嗰陣時就即係最初嘅時候，我哋就觀點與角度咧就周圍去睇啦，有啲咩嘅事件咧，我哋值得係將佢咧係講出嚟啊，或者引起大眾嘅關注咁樣。咁但係呢個引起大眾關注嘅同時咧，其實我哋另外一個目的咧就係希望引起有關部門、有關政府部門嘅關注。睇下，喂，你哋都要做啲嘢噃，咁样吓。咁、所以上次我讲嘅嗰啲铿锵集咧，就系有咁嘅功能啦。咁但系咧，我想咧就用一个比较直接啲嘅一个嘅节目方式咧，嚟到去请政府官员咧答一啲问题，哦，或者系面对一啲投诉。咁就係个构思就喺呢度啦。咁正话你讲呢就係一啲耍太极嘅回答方法，就係无可奉告。咁、但我话唔係，我呢个节目呢我就係要奉告。咁、个形式系乜嘢呢，就係、我哋揾咗一啲话题之后呢，我哋去拍嗰件事件，譬如话某啲屋呢係漏水漏得好紧要啊，好耐都唔整啊，或者点啊，咁或者个马路呢就烂得好紧要都冇人去理啊，或者係有一啲嘅医疗呢係即係做得好唔好啊，咁样咁嘅时候，咁我哋係去搵个当事人，亦都係欢迎观众呢写信入嚟投诉一啲事件。咁我哋每日都收到好多信嘅。咁、好啦，收咗信之后我哋点做呢，我哋将啲信呢就分散去有关部门。咁就请有关部门呢要派员上嚟我哋嗰个节目嗰度呢去答嗰啲信。有冇力㗎？啊，好辛苦先做到。初初呢係经过好长时间同各个部门呢係去商讨。我有一个信心可以游说到佢哋，就系乜嘢呢，就系、我话香港电台其中个责任就系要做政府同埋市民嘅桥梁。而家我唔系话要挖啲疮疤嚟到去打击政府，我只系俾个机会政府出嚟解释，同埋有啲乜嘢市民对你哋误解嘅，你哋就系借助我哋香港电台呢个媒介向佢哋解释啦。咁同埋我唔係话你冇准备底下咁你又所谓搏咪咁嚟到问你㗎嘛。我係将啲信我预早俾咗你㗎嘛。咁俾咗你之后你睇咗你就点样 address 个 issue， 可以咁讲。即係去点样去处理嗰个问题，同埋你哋有啲咩政策可以保证日后系冇再冇呢啲事情发生咧，咁你哋可以有啲准备先至上嚟答噶嘛？咁你有咗准备上嚟答咗之后，市民咪安心咯。咁我系用呢一种嘅方式咧去游说各个部门，因为我哋嗰个节目咧系每日出街。咁我哋希望每日都有不同嘅部门嘅人上嚟咧解答佢嗰个部门所接到嘅投诉。哇！有呢个协调工作都好吃重，有冇一个中间部门去同你统筹呢啲嘢，定抑或要逐个部门去咧？我哋逐个部门去噶。哦，咁大件事啊！逐个部门去噶，吓、咁所以嗰阵时咧，呢、這个又系我一个好好嘅训练。亦都系你一个好大嘅骄傲，卒之能够协调到。卒之真系好好，有好多部门咧系好愿意上嚟嘅，系我哋嘅常客。包括入境处啦、房屋处啦、医务卫生处啦，嗰阵时吓，咁、有几个部门咧，个个礼拜都上嚟噶啦，即系差唔多编定礼拜一就俾佢，礼拜几日俾佢咁样吓。咁、其他嘅纪律嘅部门咧，譬如警察啊、消防啊，咁所以真系我好好彩，我真系好好彩，就各个部门咧都愿意同港台合作。咁我觉得呢个节目呢系成功嘅。咁、另外一个节目正话我提过，就系打电话问功课。呢、个呢就我觉得系一个好有意义嘅一个节目嚟嘅。就系、又系每日播出街嘅，就系、夜晚嗰、个时间应该系唔知六点零钟咁上紧、我都唔系系五点至七点。新闻之前，你仲记得啊？新闻之前，咁嗱，呢个又系要做个嗰个统筹同埋沟通嗰个准备功夫咧，要做好多，因为我哋要有一班嘅老师，各科嘅老师，
中英數上物理乜嘢，即係理科、文科咁都有㗎喎。咁呢就係即場現場打電話，即係接受嗰啲學生啲同學打電話入嚟問，哎，我呢科啲題目點樣答啊，點解會咁樣㗎，咁我哋即刻就交俾各一科嘅老師呢係解答個問題。咁所以叫打電話問功課。咁嗰陣時我哋即係好好彩呢，係得到一啲好好有實力嘅一啲教育界嘅團隊呢係嚟幫我哋手嘅。咁嗰一班老師呢，即係我喺呢度再講起呢，都要講返聲多謝嘅。咁喺整個喺港台嘅生涯俾唔俾到你好大嘅滿足感？好好啊，好充實啊，好開心。是不是因为你预见到会有一份这样的满足感，所以你就辞了你教书的职位，辞了你在无线电视做了很多很成功的节目，那种有光环的情况底下，你转了入港台做事？这个我现在想你的答案了。你真是很厉害，你的主持呢就要我讲了个答案之后才问回那个问题。那这个是事实上是的。我在入港台之前呢，我是教书啦，那日头教书，那夜晚有时候去电视台那里录影啊，这样。那我是都好开心嘅，因为两样我都系鍾意嘅。我由细到大我都鍾意教书。自细先生叫我写我的志愿，就是我鍾意做一个老师。咁结果我真系做到啦。咁、话剧又系我嘅最大嘅兴趣。咁所以两样呢，两者兼得呢，当时我系都系做得好有满足感。但系我就觉得呢几辛苦。因为时间上呢，日头即系我唔会迟到嘅，即系翻学啊，成啊咁样唔会迟到。咁又要改补，因为我教文科嘅，咁系要改好多补。咁又要备课，我唔会松懈嘅。每一堂，我好赞同你正话嗰个讲法，因为我读教育学院嘅时候咧，其中一个老师咧，佢就话你每一次入课室就系一次嘅表演，咁所以你一定要有好好嘅准备。演出是需要准备的，咁所以我备课是好紧要。所以喺学校嘅工作呢，係都已经係好，即係係需要付出好多时间。而夜晚如果係我即係应承咗人哋去拍一啲嘅戏呢，我又唔想话即係做做下又唔做啊咁样。咁所以呢就当时真係我觉得係如果总继续落去呢，我仲即係我虽然我身体好好，但係呢可能都几吃力啦。咁所以我諗下，我要搵一份工呢係要将二者融合埋一起。咁我就好啦咁。咁我嗰陣時同香港電台接觸呢，其實都好早㗎啦。嗰陣時我喺大學讀緊書呢，都有參加香港電台嘅一啲電台嘅節目㗎。咁又係 freelance 咁講嘢啦，出咪啦。咁我就諗下，香港電台呢所有嗰啲嘅節目內容呢好有教育意義，無論係公共事務嘅又好，教育電視嘅更加啦，好有教育意義。不過當時教育電視就即係淨係得學校教育節目，即係我覺得好似枯燥咗少少。如果有機會喺嗰度發展就好啦。哇！呢啲係你嘅願望嚟嘅噃。咁即係一路都經過好多年嘅一啲嘅醖釀咧。咁所以有機會嘅時候咧，我就申請香港電台嗰份政府工，係正式考入嚟嘅。1957年，麗的影星成立。1963年，麗的開設中文台。1967年，無線電視開台。1975年，佳藝電視開台。五台山之名由此而起。電視風雲半世紀，資深傳媒人程乃根同你細說從頭。今集嘉賓殷巧兒。而家我哋有 flashback。又翻转头去讲翻以前好多嘢啦。系，先讲下先。嗱，我就头先咪讲咗话，我认识你嘅先生罗国维先生嘅，我同佢都好好倾嘅，因为佢成日走上去人事部揾我倾偈嘅。咁 我就想问一下，你哋嗰段情缘啊，系点样嚟嘅咧？系咪喺工作环境底下认识佢，然之后嗰啲 romance 就嚟啦？我就识罗国维咧。就是在话剧界的
因为当时呢我就是在业余话剧社那里做一些演出工作多。咁罗国维呢就在中英学会中文戏剧组。嗯哼嗯哼，咁即係而家中英劇社嘅前身。嗯哼嗯哼，咁佢喺嗰度呢就係、是、佢都係嗰度叫台柱㗎啦吓嗰度。咁、嗯、之前呢虽然我哋六几年嘅时候呢大家都各自各咁样喺不同嘅话剧嗰度有演出，但係就接触得比较少嘅。係、嗯、后来有一个机会呢中英学会就邀请我就去参与佢哋嘅演出。嗯，咁就开始认识中英学会嘅好多戏剧嘅朋友啦。咁、其中一个就係罗国维。嗯。就係、是、咁样呢就係、是、认识咗啦。咁、有陣时呢啲係讲缘分嘅。嗯。其实我同罗国维呢就冇乜做对手戏嘅。好、少嘅，係呀係呀好少嘅。佢唔系做一线嘅角色多嘅。佢、偶尔都会做下一啲主角啦，所谓舞台剧嘅主角，但係就唔多嘅。佢係愿意做二线角色嘅，佢愿意做配角嘅、因为佢觉得呢喺戏剧里面呢一个演员呢係应该不论角色嘅。喺、一个好小戏份嘅一个角色呢都可以演得好或者演得唔好。咁、呢个系佢对戏剧嘅一种嘅执着嘅爱好。咁、我好欣赏佢呢一样。即系佢唔会话同人哋争演出啊。唔会蚀位啊。蚀位啊。佢唔会嘅。佢唔会嘅。佢用自己一套嘅方式呢嚟到去表演去演绎嗰个角色。佢系有几出戏呢就整到我哋嗰啲老前辈呢都服佢嘅。即系好笑嘅佢有时即系演绎角色嘅嗰种嘅方法。咁嗰阵时我仲喺大学读緊书。即系点解同佢开始就即系接触得比较多啲咧？咁当时佢就揸电单车，咁、我好记得咧，就系1967年啊暴动啊，我仲喺大学嗰度读紧书嘅，咁翻学放学啊咁样咧，就系、是、都几有阵时都会经过一啲危险嘅地方，因为我嗰阵时喺联合书院咧，就系、是、喺。而家嘅潘咸道官立小学嗰个位，咁我翻学放学咧，其实都几有阵好危险啦。所谓危险系咪惊有菠萝啊？系啦，满地菠萝啊，满地菠萝。咁阿罗国维咧，佢揸电单车，咁佢就话我送你啦，咁样，咁系啊，做接送啦，做接送。咁、由咁样咧，就开始咧同佢就接触得多啦。咁后来我觉得即係罗国维呢个人呢佢係係一个好纯品嘅人嚟嘅。即係喺佢有拍电影但佢都係业余嘅其实佢做生意嘅。咁佢喺电影界呢好多朋友咁我就好欣赏佢呢一种嘅性格。就係咁囉咁六七年就嗰一年呢就同佢来往得好密啦。哇！我又喺个脑里边咧，就出现咗一啲形象啦。哇！一个好英俊、着住皮飞机恤嘅人，后边坐住一个美少女。哇！嗰、那个形象，唰一声风驰电掣咁样样，喺个市区搬咸道咁度出出入入。哇！好靓、哦，就系、是、咁样样就缔造咗一对姻缘啦。系啊，好靓好靓。本来都唔会话咁早结婚嘅。原因就咩咧？又系要拜佢嗰个电单车所赐我屋企咧就系、是、比较保守嘅，我屋企嗰阵时就喺湾仔嗰度住，咁我爸爸妈妈咧就开铺头嘅，系开米铺嘅。咁屋企比较保守咧，原因咧就系话初都唔系好想我读大学，咁但系后屘好啦，俾你读咗大学啦，咁如果俾佢哋知道我拍拖咧，就唔得掂嘅。所以咧就佢哋俾我去做话剧。俾我读大学，但系咧就话你小心啲，唔准拍拖咁样吓、啊。如果你揾到一啱嘅咧，就要即刻结婚，但系就唔准拍拖咁。咁、我心谂有冇搞错啊？揾到即刻要结婚，唔得咁。咁于是咧就一路都系比较秘密啲啦吓，来往。点知道咧佢个电单车夜晚送，有一次夜晚送我翻屋企咧，佢就滚滚滚滚滚就滚醒咗我哋隔篱屋嘅一位女士。咁于是佢就可能佢喺骑楼度装落嚟，咦？哇！呢个乜嘢人嚟嘅咧？咁样又见到我落车，咁于是第二日咧就
報告俾我媽媽知道。咁我媽媽哇得了，有個貌似飛仔嘅人，咁即係你夜晚滾滾滾，即係你翻嚟唔得了，即刻就第二日就審我，究竟呢個咩人咩事發生咩事？咁我就照直講咯，冇嘢咁啊，係一個話劇嘅朋友嚟啫，話唔得，要佢翻嚟見我媽媽。咁死啦！我真係唔好意思出聲啊，即係有乜理由會就咁樣？我媽媽要見你咁嚇親佢咁啊！唉，咁我咁嗰陣時你係拖手仔未㗎？我都唔係好記得了。少少啦，少少拖手仔啦。咁我後屘都要同佢講啦，因為媽媽真係我好聽我媽媽話嘅，即係如果一聲令下咧，就即係連見面都冇得見嘅。咁我話咁我媽媽想見你咁，佢又肯去到嗰日，咁我爸爸就話你又嚟同佢傾下啦，咁就請咗佢入去另外一間房嗰度，咁啊同佢傾，我話死啦，我照肺啊，照肺啊，咁唔知傾乜喎。咁原來咧，後屘佢講翻俾我聽，咁佢哋咧就好坦白，佢話我哋呢個女咧，因為得一粒女，我哋話過唔準佢拍拖嘅。嗯，你一係就以後冇見佢，你一係就同佢結婚。哇！羅國維會唔會嘔嘴啊？當時咁佢我唔知佢到當時有冇嘔嘴啦。咁但係即係出嚟，佢都唔係即日話翻俾我聽，佢都隔咗一段時間話翻俾我聽。咁佢話。我都应承咗你爸爸啦。哇！咁佢话所以咧，就而家正式向你求婚啦。哇！咁我话我真系拗晒头，我话死啦，有冇搞错啊？真系差唔多父母之命，系争冇媒妁之，得嗰个隔篱嗰个阿婶婶咧，真系个媒妁都唔定啦吓。咁我话喂，我仲有一年先至毕业，我大学未毕业咁。佢话我本来都有咁同你爸爸讲噶，等你毕咗业之后先结婚得唔得？佢话唔得，佢话佢读唔读书唔紧要，因为家庭系好紧要。咁我话仲有啲咩讲啊？咁佢话你爸爸咧就只系一个条件啫，就系、是、要佢同佢哋两个老人家一齐住。咁原来咧佢爸爸咧同埋佢嘅家人咧就喺晒大陆嘅。喺中山，佢系中山人嚟嘅。咁佢原来自己49年咧就一个人咧落咗嚟香港。咁落咗嚟香港之后咧，就帮屋企人做下生意咁样吓。咁亦都有个机缘巧合咧，就识咗吴楚凡。就做咗电影。咁所以佢话诶，谂下咧，因为佢其实大我好多，佢大我12年，唔知12、13年上紧。咁佢就话咧，以佢个年纪咧，佢都应该。即系停落嚟啦，有一个归宿，即系佢调转头嚟讲，佢有个归宿。咁我话，哇，咁我好委屈你咯。咁但系佢唔介意，就系咁样。咁我哋结婚啦。哇，好彩我问呢个题目啫，原来个故事系咁好听嘅。嗱，我哋听下新闻先，听完新闻翻嚟，我哋讲翻你话剧嘅开始。好啊。See you.
港电台新闻报道。下午四点半，现在由陈宇谦报道新闻。三号强风信号生效，天文台考虑在黄昏改发八号信号。强台风天兔正移向香港以东沿岸一带，预计会在今晚稍后至到听日凌晨在香港以北100公里或以内掠过。若果天兔移动速度配合天文大潮时间引起的风暴潮，可能在听朝导致低洼地区水浸。天兔集结在香港以东大约2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方向移动，时速约20公里。天文台表示，强台风天兔的移动速度配合天文大潮时间引起的风暴潮，有可能在听朝导致低洼地区水浸，呼吁市民提高警惕。大澳有居民在门外加围栏以及堆放沙包在未完工的防洪堤缺口，以防落大雨的时候洪水涌入室内和大街。亦有海美浦负责人表示，昨日下午已经开始将货物搬至较高位置，避免货物湿水造成损失。港九小轮宣布，受台风影响，由平洲开往喜灵洲的尾班船会在下午五点半开出，而喜灵洲开往平洲的尾班船就会在下午五点三十五分开出。乘客可以致电2815-6063客户服务热线查询。一名52岁男子早上被发现倒卧在沙田沥源村一个铺设水管的工地，送院后死亡。警方初步调查后认为案件无可疑，会循自杀、他杀或者意外的方向调查。警方表示死者是露宿者，初步相信他从现场一条离地约3-4米的行人天桥堕下，导致下颚和脚部受伤，现场没有挣扎过的痕迹。警方又表示死者并没有财物损失，相信他最近才在现场一带露宿，呼吁目击事件的市民和调查人员联络。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的天气预测，吹强风程度的西北风，高地吹烈风，风势逐渐增强。明日转吹南至西南风，密云有频密狂风骤雨，晚间和明朝雨势颇大，海面有大浪和涌浪，气温介乎25-27度。展望随后一两日，风势逐渐缓和，雨势减弱。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2%，三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交通消息直击报道。Didi 同你讲，青屿干线榄受强风影响啦，容易被风吹倒嘅车，包括高度超过1.6米嘅车同埋电单车啦，要改行青屿干线下层啦，同埋不能够使用马湾路出入马湾噶。咁而运载125同埋5危险货品嘅车辆咧，就不能够使用青屿干线啦。咁而另外航空交通方面咧，由西湾河去三家村的尾班船就会在下午5:15开出的。由三家村去西湾河的尾班船就会下午5:30开出。另外现在部分地区落紧大雨，在三号强风信号悬挂期间小心揸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冲凉真系好舒服噶，系就系，但系使唔使咁耐啊？你知唔知道冲凉时间缩短一分钟，可以悭成10公升水噶？吓，悭到咁多噶？系啊，想再悭多啲嘅话，就在买花洒的时候参考用水效益标签。用水效益级别分为四级，一级就最悭水了。参与节约用水，一起缩短沐浴时间。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还未消失的旧物情谊，你懂不懂啊？留怨故影声，怀愁夜更静，旧梦也含辛苦。老调儿当然就是买情怀啦， MV
片入面有好多我同你熟悉的本地风味画面的，譬如有在井字屋村那张石台打乒乓波，茶餐厅入面吃下午茶，还有渡海小轮上面弹琴，不少得梗是有 See All Star 四个一唱一和老调情怀啦。作曲编曲赖颖彤，填词小广，监制阿简，上榜三个星期，暂时回落了四级。今个礼拜中文歌曲龙虎榜第十五位，《See All Star》老调儿。香港电台黄天仪中文歌曲龙虎榜。教养、洞见、智慧。西方礼仪咧，我哋可以当佢杨铁良留言信箱。当嚟自唔同文化背景嘅人成长接触嘅时间，没有比知识更好的朋友。比较坚持用自己文化所惯用嘅一种方式。知识型节目尽在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1963年，丽的影星中文台启播，开始了香港中文电视广播历史。为怕歌里变了心，成功的欢呼到处为他聚齐，是他也是你。同舟在狮子山下扯共济，抛弃去分头共对。五十多年来，无数多姿多彩的电视节目陪伴一代又一代人成长。资深电视人程乃根邀请历代电视业前辈与听众重温电视风云半世纪。今集嘉宾殷巧儿，巧儿啊，嗱，我记得咧前几个礼拜咧，就黄淑仪上过嚟我呢个节目同我倾偈嘅，咁佢就话佢之所以能够做话剧咧，就纯粹因为佢喺中学补血女子中学嘅时候咧。佢就因为生得高大，要演话剧嘅时候里面冇男角，就揾佢反转咗做男角。从此之后呢，喺学校里面就做好多戏，咁跟住佢就培养咗佢有演戏嘅呢一个种子啦，咁样样。咁究竟你嗰个演戏嗰个种子系点样嚟呢？你朗诵咋嘛，咁话剧你都要有一个机会切入先得㗎，系点样切入到㗎？当时我参加啲朗诵比赛嘅项目之中呢，有一啲叫做戏剧朗诵嘅。咁戏剧朗诵呢，就甚至可以用一啲简单嘅服饰嚟到去帮助嘅。咁我最记得呢，就係有一次我係读嗰个窦娥冤。咁我就要着住一件水袖。咁我觉得咦，几得意喎，即系舞起上嚟啊，即系几有趣喎，咁一路朗诵就一路亦都系有啲表演，咁即系有啲喐动嘅，就唔系净系企喺度咁样朗诵。咁我最记得咧嗰阵时，我系曾经系请教过一啲粤剧嘅老官啊，系即系点样玩水袖啊咁样吓，其中一位咧就李香琴。阿琴姐，咁佢又好肯教我，咁我自从嗰次之后咧，觉得咦，其实话剧都几好玩噶，咁但系粤剧咧就即系太深奥啦，我又惊住自己担当唔到啦，咁所以咧我就试下做话剧，咁后来我就识到一啲做话剧嘅朋友啦。咁所以佢哋邀请我喺63年第一次咧上演一套叫做《钗头凤》吓，咁演完嗰次之后咧就我爱上咗话剧啦。我觉得话剧真系好吸引，因为咧话剧咧系一种好有整体嘅艺术，同埋讲你整体嗰个嘅演出咧都系好重要，唔系净系个别一个人。咁我就觉得咦，呢个其实好有教育意义。教育意义在于咩呢？就在于对演员自己本身，对每一个岗位的参与者本身那个的性格的培育。演员尤其是啦，无论你在语文的那个进修啦，或者是
你同人沟通啊、表达啊嗰种嘅方法啦，嗯啊、都系需要有一啲嘅学习，先至可以演得好嘅。咁、嗯、另外咧，就系、是、其他嗰啲每一个岗位咧，都要配合得好咧，先至可以成出戏出嚟咧，系叫做好睇。系咪因为嗰次嘅猜头讽之后咧，就开始咗你喺戏剧界嘅一路一路咁去？你未做过戏剧界嘅 Calafair 嘅系嘛？一做就主角，系啦，算啦，冇彩咯，算啦，都几好咯。我哋都唔知道做几多 Calafair， 然之后慢慢先至有机会去担正做下主角，好羡慕你吓、啊。翻翻转头，我哋又讲翻，咁你系King Sir 问你入去TVB 演话剧嘅，即系响丽的做过一轮啦，做过一套戏，咁跟住仲有冇再做？仲有好多套嘅，有好多套咧就系、是、多数都系业余话剧社接翻嚟嘅。咁、嗯、后来钟景辉先生过咗去无线，咁就业余话剧社，我哋成班就一定系支持佢啦。即系如果有啲咩剧目佢开，我哋又啱做嘅，咁我哋都即系照做啦。咁、嗯、喺。嚟啲影星嘅时候咧，主要就系张青先生喺度。嗯，张青先生喺度咧，就佢都系业余话剧社嘅。嗯，咁、啊、所以咧变咗又系有好多好多剧目咧，都系佢叫我哋嘅剧社咧帮手做。雷雨啊，嗰啲咁都有好多噶，好多剧目噶。我而家一下唔记得啦，有阵时要睇翻，要睇翻先记得。咁即系换句话讲，你都系经历过话剧直。播嘅洗礼噶咯，咁嗰段时间系咪死好多细胞啊？真系，你惊唔惊噶？我哋咧就紧张一定有噶啦，即系我哋成日都话，每次出台，如果你觉得自己好轻松，一啲都唔紧张咧，你嗰一场戏一定要。各位听众请留意啦，以下一段宣布话，天文台咧将会喺晚上七点前后咧就改刮呢个八号风球噶。天文台咧将会喺晚上七点前后啊改刮呢个八号风球噶，敬请留意啦。但是太紧张就不是挺好、嗯、你要自己控制到那个紧张的情绪。我觉得在电视台那里直播的形式来到去演话剧呢、那个挑战呢和在舞台上高那个挑战呢其实是差不多的。嗯嗯嗯、因为当时呢是直播我们之前排好一个戏然后就入到去嗰、那个摄影室嗰度就摆咗三架机嗰阵时用三架机嘅就即场影就即场播出街嘅冇、嗯、得录影嘅所以你想睇返嗰阵时你啲影星我哋做嗰啲戏呢就冇㗎啦嗰阵嗰个年代係六三至到六七六八嗰阵我諗冇㗎。咁、嗯、我就觉得呢喺舞台上高嗰个嘅直接演出呢个感受咧，演员嚟讲啊，个感受咧就系、是、直接好多，因为观众嘅反应即时睇到、即时听到、即时感受到。但系喺电视录影室里边咧，观众就系嗰三架机。嗯，我哋当嗰三架机系观众。咁虽然都系一气呵成咁样，有整体性咁样演出，但系咧就观众嗰个嘅 feedback 咧。我哋系收唔到嘅，吓咁嗰个欠缺咧，我哋觉得喺嗰度咯。嗯嗱，你由参与直播嘅话剧，就转咗去 TVB。嗱，入咗 TVB 之后咧，有好几套大嘅剧嘅，有西施啦，有小凤仙啦，有杨乃武与小白菜啦。西施你系做西施，小凤仙你系做小凤仙，杨乃武与小白菜你系做小白菜。哇，套套你都主角嚟嘅，咁啊，俾唔俾到你有满足感咧？嗱，喺无线嘅嗰个经验咧。就已经又唔同咗啦，因为无线当时咧就系、是、嗰个拍摄嘅方式咧系接近咗有啲电影嘅啦、嗯，可以用单机拍，可以分镜拍，嗯、可以分场拍、嗯、啊，咁亦都有录影，咁所以就同之前话一气呵成，好似舞台剧咁样演出咧就系、是、唔同咗，咁、嗯、当然出到嚟嗰个效果咧。就系、是、会细致好多，会系好睇好多嘅。啊，啲镜头啊，咁起码有不同嘅角度咧，去表达喺一个表情或者系一段嘅戏咁样，观众嗰方面睇咧系好睇好多。但系作为演员咧，我哋特别系受舞台剧嘅训练嘅演员咧，就初时要适应嘅。嗯，因为啲感情咧断断续续啊。嗯嗯嗯。
呢一场戏做开咁样，突然间就 cut 咁啊，又停咗啦。又第二场又可能跳几场嚟到拍嘅，咁变咗你要谂翻下中间系隔咗有啲乜嘢嘅情节咧吓，嗰、那个感情嘅变化系点？因为我哋惯咗咧嗰阵时嘅训练咧就系要揣摩角色噶嘛，由头到尾系点样变化噶嘛？呢、這个角色嗰个嘅心态啊咁样，咁但系冇错，呢啲系我哋要自己翻去做功课咯。要睇晒成套剧本啦。嗱、嗯，当时几套都系大嘅话剧嚟嘅，咁但系都揾你演，系咪 TVB 当时好缺乏花旦呢？唔好咁讲，即系嗱咁。因为 TVB 嘅戏咧，其实好多，你数都系数咗几套啫。但系嗰阵时系一条话剧线啫嘛，嗰阵时讲紧系得八点半咁嘅话剧线，跟住就《欢乐今宵》。嗰阵时其实同埋我哋一齐咧，都有阿黄淑仪啦，阿思琪啦，吓就阿汪明荃啦。哦，我同汪明荃都同一出戏演出过嘅，佢做我个女嘅。咁其实。当时无线都好多人，但系我唔知佢哋几位系咪都系无线嘅签约合约嘅艺员。如果我印象，佢哋应该系合约嘅，应该系合约演员，全部都系嘅。咁、就系你系比较奇特啲嘅啫，你唔签约吓。咁我谂系无线想话多元化啲去发展佢嘅话剧啦，佢嘅戏剧啦，咁所以先至即系揾多啲人帮手。不过当时无线揾演员去演出剧集嘅时候，佢哋有一个原则嘅，佢哋有一样嘢唔可以。air clash 噶嘛，即系话一个演员咧喺一晚里边咧唔可以出现多次，因为咁样样，哇，成日你都见到你嘅，头先又见你，而家又见你，哦，都原来系做戏啫，嗰个感染力就唔够大，以前好执着呢一个咁嘅 air clash 呢一样嘢，咁而家冇得倾啦，而家成日都见嘅，咁所以嗰阵时就要有。多几个女嘅一线演员，男无论系男女都系啦，都系咁样样，即系可能系咁样咧，先至系有部分嘅演员咧系需要向外求咯。汉王重色思倾国，与多年求不。各位听众请留意啦，以下咧系预警八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嘅特别通告啊！咁啊，香港天文台宣布咧，预计喺今日下午嘅七时正或以前咧就发出八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噶。本港风势将会加强，政府提醒返家路程偏远啊，转接或者居住离岛嘅市民咧，现在咧就应该启程回家啦。咁啊，另外咧，教育局亦都宣布啊，所有学校今日系停课噶，学校应该实施应变措施，确保。保学生嘅安全啦，并且喺安全嘅情况之下咧，安排学生喺返家嘅情况噶。咁啊，另外咧，咁啊，再提多次啦。咁啊，呢个八号热带气旋警告咧，咁啊，预计会喺下午七点正或者以前咧就会发出噶啦，敬请各位听众留意啦。龙君不发无眉视。程乃根主持《电视风云半世纪》，今集嘉宾殷巧儿。咁喺演话剧咁成功啦，咁点解突然之间你又唔演话剧，走咗去做节目主持人呢？系公司嘅安排呢？定抑或冥冥中有个主宰令到你转咗？你讲温故知新系嘛？系啦，节目主持人呢个就系我头先讲我嘅尴尬点咧。温故知新咧就有少少故事背后嘅。系咁，因为温故知新咧就系、是、一间银行做赞助嘅。咁嗰间银行咧就有啲朋友咧亦都同我熟悉嘅。咁有一日咧，嗰间银行嘅其中一位朋友打电话俾我，佢喂，我哋公司咧就想赞助无线一个节目，咁即系嗰阵时未改名嘅，
啊，一个小学问答、常识问答节目，咁你帮我手得唔得啊？咁初时我嗰阵时我教紧书，咁我以为咧佢系叫我帮手做一啲嘅幕后资料搜集啊、出题目啊、或者系安排一啲嘢同学校联络啊、接触啊，因为都需要好多幕后嗰啲做呢啲湿声嘢嘅人噶嘛。咁我话好啊，我话如果帮得咪帮咯，咁样冇所谓啦，咁就系咁样啦。咁啊，迟下咧就都无线有人揾我啦。就话诶，我哋想同啊嗰间银行即系赞助我哋做一个咁样嘅节目，咁好有意义噶，喺度猛讲猛讲，我知道，咁我想揾你帮手，我都冇所谓，咁你要我点样帮手咧？咁要你做主持，咁我吓做主持，做主持咧就我嗱，因为我嗰阵时听嗰个节目嗰个构思咧，系一年咧系播好多集嘅，几十集嘅，因为咧系有初赛。有复赛有决赛咁样一路咁样进阶上去先到到最后总决赛咁。即係如果我答应承你做一辑呢，即係一年一辑，我要做几十集，咁我话我唔知时间得唔得喎，咁咁佢话你唔好唔得啊，佢如果你唔得呢，嗰间银行就唔会赞助我哋㗎啦，我话咁惨，我系唔系咁惨啊，佢系呀真系呀，咁因为佢指定我一定要你做，咁我既然系咁，咁我好啦，因为银行嗰边就系我个朋友啊， TVB 嗰班又都系我个朋友，咁我好啦，我又试下啦，你哋俾个机会我，咁我又试下，咁就系咁样我开始咗做温故知新，一做就即系六七年啦。咁究竟嗰个温故知新嘅节目嗰、那个策划工作你有冇参与？你初初你以为系搵你做策划㗎咋嘛。係呀係呀。实质上有冇策划？係呀、实质上我哋都有㗎，开会呀、一齐傾呀咁样。譬如有一啲嗰陣时就有一班朋友呢就都帮手出题目㗎。咁、我就之前我一定睇过晒啲题目㗎。咁我都会俾一啲意见㗎。Okay. 因为如果我唔睇过晒啲题目呢，就咁拎出嚟就咁读呢，就我自己唔放心，因为我做嘢我一定要有一啲係啦，要消化晒先，同埋如果我自己都睇到有一啲疑问嘅呢，咁就早啲提出嚟大家傾囉。咁呢一个温故知新嘅节目同阿许冠文先生所主持嗰个星辰校帝杯嗰个节目系咪响形式上系一样呢？只不过一个对象系中学，一个对象系小学呢？佢嘅形式呢就我諗都係差唔多，因为嗰陣时呢就係、是、电视台希望有两个一啲咁样嘅校际问答比赛嘅节目，一个係中学，一个係小学。咁中学呢我知道佢哋搵咗许冠文啦，后来搵咗刘家杰啦。趣味性呢就小学嗰个强啲啦，我觉得。就即係知识性呢，即系里边嗰啲题目嗰、那个即系比较深啲嘅咧，就系、是、中学啦，当然。咁但系小学嗰度咧，就系、是、嗰个趣味性喺边度咧？就系、是、除咗系话要抢答，大家要揿掣。我知道有多学校咧，佢训练学生出嚟做，出嚟参加呢个比赛咧，系喺学校嗰度，除咗系要训练嗰啲内容啊、知识啊之外咧，仲要训练佢揿掣揿得够快。咁所以呢就嗰个趣味啊、紧张啊嗰度就喺嗰度。咁啲老师都好紧张㗎。每次我哋录影，我记得我哋一个礼拜我哋就录影一次或者两次，会几个礼分开几个礼拜去播咁样㗎。有一样呢系我最深刻印象㗎呢，就系、是、我喺1975年嘅时候呢，我系怀紧孕㗎。我怀紧孕呢就咁我就諗啦，我话咦，我一知道怀孕之后，我已经同我银行嗰个朋友同埋电视台讲，我喂唔得，我就嚟即係唔见得人喎，唔见得人喎，因为即係出镜呢真未试过话有大肚嘅主持㗎嘛。咁但係点知呢，佢哋话唔紧要喎，唔紧要喎，你个形象系老师嚟㗎嘛，咁所以老师对你大肚都可以返学校教书啦，点解唔可以做呢个节目嘅主持呢？咁於是呢我就大住肚呢都做啦。咁我諗呢个都系历史上都未见过一位怀孕嘅主持。做主持人。而且呢就系呢一个节目一做就做咗五六年嘅喎，我由70年开始同佢哋即系倾呢个呢样嘢啦。咁唔知第一次播出嘅咪七一定七二，我唔知啦。咁、然后咧一路做到76年，做到我入咗香港电台。
成为公务员啦，咁我就我真系唔做得啦，咁样，咁佢哋都要放过我啦，因为我做咗公务员，咁所以后来我知道佢哋揾咗罗玉琪，之后又再揾莫凤仪咁样，咁但系佢哋做嘅时间咧比较短啊，咁所以可能即系观众对佢哋嘅印象就冇咁深咯。我个时间因为第一个嘛，第一个主持又做咗咁耐，咁所以变咗人哋就会记得我多少少咁啦。呢啲节目又有趣味性，又有教育性，佢唔单止呢淨係吸引小学生去睇，因为节目名改得好好，叫做温故知新，连我哋当时已经係出社会做事嘅人啦，咁、那个节目呢我哋都抱住喺度睇，因为我哋都睇我哋识唔识答嗰啲问题㗎嘛，所以佢就成为一个好长寿嘅节目嚟嘅。咁我哋好多谢殷巧儿就嚟咗我哋呢个节目两个礼拜，讲咗咁多古仔俾我哋听，我相信各位听众呢都会觉得好好听嘅。多谢你巧儿。多谢你邀请。好。都多谢各位听众。一九五七年丽的影星成立，一九六三年丽的开设中文台，一九六七年无线电视开台，一九七五年佳艺电视开台，五台山之名由此而起。电视风云半世纪，资深传媒人程乃根同你细说从头。在这一行的人包括台前幕后多数都是要由低做起的。但是在低微的时候用一种什么的态度去过呢，就影响深远了。原来很多成名的艺人或者是导演在他们读训练班做啤啡啡的时候呢，他们都特别进取的。进取并不是说他们争着表现自己，而在过程当中积极地去学习。我一个第九期训练班的学生，他叫做 Andrew，他后来做了导演，我跟他同埋一班同学吃饭倾偈的时候呢，他说他做啤啡啡的日子呢正是周润发拍上海滩的日子。他同几个同学呢都有份做啤啡啡。那场戏是讲周润发在百乐门舞厅走出来被人伏击。而他们呢就是周润发的手下。在舞厅行出来的时候被乱枪扫射跌在地下死了。然后呢先至轮到周润发出场嘅 ，Andrew 费尽心思睇下点样样中枪法，点样样跌落地下。原来佢要令到自己跌落地下嘅时候咧，个镜头睇唔到自己擘大双眼，但系佢就可以见到发仔做戏。咁虽然系小事一宗，但系就反映出一个人处事嘅态度。我听咗之后，我冇咩表示。但我就决定用这个事例去勉励我以后好多好多个学生。成就要靠际遇，世界满布。以下是预警8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的特别通告。香港天文台宣布预计在下午7时正或以前发出8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本港风势将会加强。另外政府提醒返家路程偏远、转折或者居住离岛的市民应该现在就应该启程回家了。另外教育局宣布所有的学校今日停课，学校应实施应变措施确保学生安全，并且在安全的情况之下安排学生是返家的。敬请留意香港天文台宣布会预计在下午七时正或以前就发出八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噶啦。人在青春少年时，就算边个都得意。就要靠际遇，世界满布妙事，应该闯闯世面望自意，望下花花世面好多新鲜怪事，一把刀仔可以锯大树，凡事要抱怀疑，试过自信未迟，小心闯闯记住有放肆，成败也要尝试，得失因我要知，充满朝气日子有意义，就算今天不得志，还信轻超好际遇，人在青春少年时，无论哪个都得意。就算今天不得志，还信轻超好际遇，人在青春少年时，就算边个都得意。
穿困难时，还信希望。